各位现在投什么样？美国股市重挫啊，北韩跟俄国又在这里好像有战争的阴影。台北股市今天开低，最多跌了94点，但是收盘只跌30几点。今天打回来应该是买股票，对吧？各位，我有跟你讲过3686单了，涨半只。3561圣阳科涨4%。啊、哦，2406国硕甚至还拉涨停板，3576的新日光也是涨，太阳能啊，5483中美金小跌，5483，但是明天会动。我在这里所跟你讲的都是实话，对不对？2402的一家还拉涨停板，我相信一家你看58台。你是我的会员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在这里跟你讲可以买。当初18块多，已经站上20块。我有没有骗？我没有骗，我在帮你，我在救你，我在让你赚钱。3005的神机，平盘左右，我有没有跟你讲不要卖？你反而可以买，涨了半只。神机你们都知道，它是做什么？军工电脑。如果战争，神机跟惠普结合，它是唯一做军工电脑国内的，怎么样？今天有没有涨？这边有没有带量？跟这边带量一样，会不会攻？所以啊，各位，我跟你讲的就是这么清楚，我不希望我骗你，我跟你讲的股票，你敢买，你都赚得到。好，老师有一只不太强。啊，在这里来说，我们也要讲6185的起基啊，今天收77啊，有一点点下影线的、啊，4G 啊，啊，差不多了啦，也是在这个附近开始要涨了啦，1、2、3、4、5连续5根黑 K 棒啊，拉回5天差不多了啦，明天会不会涨？明天会涨，你再来谢谢我啊、哦，不要再杀了啊、哦，我们在这里所跟你报告的。都是一些好股票，绝对没有一只是出货的股票，对不对？3383的新世纪，我在非凡姐连拉3只红棒 LED 的股票，2369的铃声创下波段的新高，我在这里带你买进都是在低档，我有没有骗？我让你都每一个人都赚钱，对不对？3027的盛达也没有跌下来。沿着5日均线，哪时候会冲？我不敢讲，我也不知道。各位，赶快跟我们做联络吧！啊、哦，你注意到啊、哦，我在这里再跟你讲，3005的神机今天有出量，3005的神机今天有出量。啊、哦，你注意到16块，如果站稳3天，这只股票净值是20块，我们最少也是看到20块。啊、哦，就像当初2402的一家。我们跟会员讲，大概可以到20块以上，到22块，也在这里是公开跟你讲，也是涨停。电子我是专家，我是权威，跟着我做赚涨停板啊！跟着我做，明天再赚那一只涨停板啊！各位，祝你操作顺利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